来，新单元，宝贝，我的演技。哇，有一段时间没有录了。其实这单元还蛮好玩的啦，起码半年没录，对不对？都快忘记怎么玩，对，容易忘记了。没有啊，快就一个一个演了，第三个把前面两个人演出来。你们录影都不用心，有啊，有。我们来都知道要先问，前一天我会问，那明天录什么？对，前一天会问，前一天会问，不能开录的。你们要有礼貌，你就抓好暖。那个用讲话的，然后。指令那个单元叫什么？你记得吗？用讲话做指令的，对，那个叫做人也不知道，好猛的一嘴，好有说的，好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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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好。对，我太远了。今天好好演啊，好不好？要帮你演到位啊！啊，来，我们陈真内先攻。陈真内先攻，哎呦！好，这一二第三棒，这个记忆很重要。哎，哎呦，我们主持群他们去猜啊，猜过哎，第一次一起猜，第一次怎么样？一起猜，一起猜啊，强棒。那有杨千霏也不用担心，我演的超像。虽然台大毕业，但很他一毕业全宕机。不是，我专攻表演，我是最优秀的演员。我跟曾国城先生有主持，曾国城对吧？是啊，虽然我们有一起演《冒牌天使》啊。陈哥，你搭一下枪嘛。我想认识他，不要帮忙。我今天不适合讲太多话，对，我要保留一点点。哦哟哟，哦，不要大笑，不要过分。他要分每一个节目用，礼拜一到礼拜天都有。礼拜一到礼拜天，像我们像一个礼拜录一天，完，没问题。满满的活力。你要录七天，用那个气一次用完不行。对了，要接那么多节目啊。演电影，然后演。好了，来两位戴耳机，向后转。来来，都来第几个？我要第几张？第四张。你们俩，你不用，杨千霏不用，你向右转就好了。第四张，来。哎，所以这张你要吃不吃啊？哎，很简单。哇，这个不好演。第二个不好演。哎，这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不是啦，我要过去那里，可是这边有那个线，太挤了，过不去。你不要，你假装没看到，像小偷一样。你假装没看到。去过去。对，假装没看到。简单了，简单了，很简单，不要演，好吧？来了，准备啊，来拷贝我的演技 ，Ready。哎，你要能讲话，讲话看。演什么？演什么？打高尔夫球，打高尔夫球，一个老人家打高尔夫球，然后给个什么东西，拍拍手，拍拍手，好赞，好赞，给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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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冲冲冲！来来，都来第几个？我要第几张？第四张。你们俩，你不用，杨千霏不用，你向右转就好了。第四张，来。哎，所以这张你要吃不吃啊？哎，很简单。哇，这个不好演，第二个不好演。哎，这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不是啦，我要过去那里，可是这边有那个线，太挤了，过不去。你不要，你假装没看到，像小偷一样。你假装没看到。去过去。对，假装没看到。简单了，简单了，很简单，不要演，好吧？来了，准备啊，来拷贝我的演技 ，Ready。哎，你要能讲话，讲话看。演什么？演什么？打高尔夫球，打高尔夫球，一个老人家打高尔夫球，然后给个什么东西，拍拍手，拍拍手，好赞，好赞，给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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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小贝，关关小贝，来。少爷，我在思考，在思考，演完他演你，好不好？来，准备哦，拷贝我的演技 ，Ready。什么人？哎，讲话讲话，陈哥，他在干什么？这个打棒球的人是谁的？这个，我们都过了这个。第二个，海上吧。一格一格，一格一格，这是哦，货轮。哦，在货轮。货轮。哇，这么清楚哦。来，你哪里来的想法？又笨又聪明，快哦，好复杂。来哦，我靠，容了。看着啊，准备哦，拷贝我的演技 ，Ready。第一个谁？打棒球的人，你打棒球？哎，对，你怎样？你肩膀怎么了？肩膀怎么差那么远呐？第二个，杨平最近脱臼，有对，船
东西。Where？ 哦 ，OK OK， 第三个。哎，掉了，死啊，好，不要了，手掉，关节，好灵活。对，要干嘛？办办做做那个法办。时间到，时间到。死就死吧！来来来来，谁在哪里做什么？准备三十秒，一分钟。陈毅刚刚打扮成 Esso 安娜的，因为他最近脱臼。在哪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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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有很多房子，日本哪里啊？这是哪里啊？不知道哎，是越南吗？乐高吧，不知道哎。不然还有哪里有这个？最近很有名的，厉害哦，基隆港啊，想不到他们是通灵的。船、水，很多房子，马尔蒂夫。太厉害了，他这样就知道是马尔蒂夫。海峡的中间就是马尔蒂夫，你不要这么国脑。三国在哪里？想说赤壁啊，赤壁，对，赤壁，赤壁，哇，你们俩已经打到三国去了。曼法斯，他死掉了嘛？好啦，就马尔蒂夫好了，反正那么多地方也猜不出来。谁？大谷祥平。大谷祥平在马尔蒂夫干什么？曼法斯。曼法斯。哎呦。有没有对一个答对一个一个都没对对我们一个都没对我做很好哎第一棒有多简单来第一棒很好第一棒演得很好来第一棒来演一遍来陈毅流汗对打高尔夫的啦球童啊拍手的人拍手他是谁另外一个球童还有一个另外一个说法说法甘地啊甘地球童就是甘地啦一样的意思对啦来他是甘地很简单啊多简单啊高尔夫球怎么演成高尔夫球演成棒球哪有我高尔夫球啊没有你少了一个这个谁打棒球的人你他杨丞琳演完是不是霍伦？郑国成就知道了。对，这是霍伦。对，很厉害。霍伦很简单啊，他画了一条船，一个船啊，在海上的一条船，上面是一个。你那格子太小了啦。霍贵，没有，我是剑好小一个。然后陈哥，你第三个，你演你那个死太久了，死太久了，死太久了。那这样子我们就知道了。我演示，看不下去。看不下去，他死太久。来，不要讲，你死给我看。不要讲，来准备，拷贝我的演技。死了，好，死很快，然后，对，哦，还魂啊，招魂还是还魂？重点是有一个头七，招魂，头七，头七，而且看大家要还魂。头七嘞，没有。陈志祥，你有被招过对不对？你有回来过？我有看过林正英呐。哎，对。你那个起来那个很重要，是不是？因为他死太久，他下去躺了大概就五秒，然后上来就三秒，不好意思，没有。你比较轻盈，他还要稍微翻一下。三秒了，五秒。他起不来，他尽力了。好简单啊，对不对？零分啊，来，下一题，换位置。完了，压力大了。再有两个，比刚刚那题那么简单呢？简单，真的简单到爆了，算简单，算简单，简单到爆了。来，一人戴耳机，啊，那个凯西戴，一句向右转，来选择一二三，第二张，好，看看，哎，第一个有点难演，怎么？这什么烂题目啊？怎么了？难了吧？可以啦，第二个很好比，这个、好，来准备，拷贝我的演技 ，ready。老人，哇，不要出声音，老恐龙，图书馆的老恐龙，老法恩，老恐龙，老恐龙，少爷，来准备哦，还没开，嗨，来准备，好，拷贝我的演技 ，ready。一个老人有不要跑那么远，他看不见了。然后有这样子，好，抠鼻屎。第二个在哪里？他
快点，再给再快点，再快点，快点写字。哦，我知道，我知道，平息。就这么简单，有这么简单？哇，太简单了吧？方天真吧？太简单了吧？是不是？太简单了。第三下怎么演？都不在那边。他在想他这一题怎么演呢？怎么办？怎么那么苦恼啊，凯西？哎，准备，看好，来，拷贝我的眼镜 ，ready。第一个，老人，五姑婆，老人，花，狗，老人，牛。老人，好，第二个画什么画？黑板，拜，啊，坟墓，升天，好强哦，真的好强，天塔耶，打架，打牌，唱歌，啊，招待所，粉丝，招待所，又在打麻将，唱歌有问题吗？你这阅历丰富哎，好说。哦，拜托，可不可以以后你不要分析？为什么不能讲？你看就好了，让阿本来分析。因为第三个是做什么事情，可是你现在讲招待所，我一直想到一些不能讲的。给你些灵感嘛。三个人，第一个是老人跟牛，所以你讲是农夫，耕田嘛。耕田农夫，好厉害，对，老人好厉害，然后他还有那个牛的鼻环呐，季节有没有？老，可是老人。人是重点哦，老人是重，老农夫啊，农夫，快哦，好，第二个是什么？坟墓，拜，升天，拜拜哈，他跟殡葬业有关，我刚刚说拜拜哎，拜拜，对啊，拜拜是不是在那个告别式？明年再见，告别式在哪里？哪里？老农夫在干告别式，对不对？做什么？他有唱歌跟打麻将哎，打麻将、打牌、唱歌，做什么？在招待所有打麻将有唱歌啊，陪酒，酒店。我想第三题啊，真的太难为你了。为什么？太难为你。你都可以。第一个其实很简单。第一个是很简单。阿本，你要被他影响。杨千别这么乱讲，你就跟着他乱。我没有乱讲，你都太细微。真的要讲，我好观察细节。我想，我连陈志祥演的都很到位。可是我连鼻环我都说出来，那是对。我看到没有？看到演鼻环，来，抠鼻子，抠鼻子，不要激动，来，看他演一遍，来，陈志扬，拷贝我的演技 ，ready， 老人，五姑婆，哎，五姑婆，我姑婆就看得懂啦。可是问题他刚才是为什么你看不到？你会看成牛？黄天君根本没看到这个，所以我一开始猜他一开始就讲虎姑婆了，然后他这边分析，然后你就跟着他走了。农夫，虎姑婆。第二题最简单，我觉得第二题我比的也不错。第二个最简单，来，凯信再演一遍，你再演一遍，这个多简单呐！第二，凯信再演第二个就好了。来，好，被我练进。写东西，可以了。哦，点我，放天灯啦，在哪里？在哪里？平息，哪里叫坟墓？哎呦，墓碑，然后嘞，拜，点火，杨千霈，杨千霈，你告诉全国观众，你看过哪一个？我是有丰沛的创作力、想象力。你看过哪个墓碑飘起来的？不是，祖先飘起来，祖先呐，没有，他想升天了啦，升天了，其实很简单呢，对呀，好可惜哦。第三个我真的没办法，你这太难演了。第三个我演给你看，好，超传神，我也不知道怎么演。你就是太难了，你看第三个怎么演？第三个你也看不懂。第三个刚刚有打麻将，还有唱歌，宝贝，他的演技 ready。唱歌，红仙女孩，表演，观众快拍手，演员好，演唱会好吗？追星，环形舞台，追星，演唱会，猜不到的啦，答案很长，谁的演的？给谁的唱？谁的演唱会？徐乃麟的演唱会。哎呦，红仙女，对，但这个是做什么？复古演唱会，复古。跟我的结合。有讲到。我的。哪个？红仙女孩复活演唱会。复活演唱会。招魂演唱会啊。招魂。
将演唱会，那是上一题，那是上一题。麻将演唱会，还是演唱会？哇，怪你很难呢，这不能怪你，不容易，不容易。这真的只有，真的只有包文。对，来看。我们期待，我们期待明年2025。算了算了算了，好不好？我们能过得不错就好了。来，当第一棒过来，下一题换位置。阿本第二棒，快。我明明就表演了。哎呀，好没斗志哦。杨千霈，认真一点啦。来，两位戴耳机向我转。那吴宇轩戴耳机。啊，我很伤心，他这样讲。选哪一张？第一张，第一张，第一张，第一张。阿本转过去。哦，对。哇，哦，好简单。这个还可以。这个，这个还可以，有代表人物。真的哦。来，拷贝我的演技 ，Ready。好，来第一个公鸡，公鸡，鸡鸡被杀了，鸡被杀掉，鸡被杀掉，然后在一个盘子上拜拜，拜拜拜拜。好，鸡被杀掉，拜拜。鸡被杀掉，拜拜。普渡是这样，你不用猜，你就要照演。哇，谁呀？很多人，你不要这样影响，你不要这样影响。好好分析，好好分析啊。好，来，我准备哦，拷贝我的演技 ，Ready。鸡，杀鸡。杀鸡拜拜，这个在拜拜的人吗？来，第二个自己的在哪里？在哪里？踢球，足球，不要不要，吸奶茶，吸奶茶，不要不要，吸奶茶，什么东西啊？不要不要，我跟你讲啊，我们知道答案，也知道他在演什么，知道知道。那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很简单啊，来准备啊，看清楚啊，两位。起码得个一分吧，好不好？也该了吧。来了，拷贝我的演技 ，Ready， 分析。什么人？孔雀是一只鸡。孔雀，好厉害。对。啊？这是一个什么的空间呐？谁呀？谁呀？在哪里？这个。然后。不行，大家记忆都很烂。哇，那你自己做什么？做什么？敲。凿光，凿壁借光，凿壁引光了，凿壁偷光，很简单了，好，对了，来准备，只对后面那一分钟，这个人他在这个空间，这个是什么？谁？我孔雀啊，你说孔雀，你孔雀，我认为孔雀他们笑了，我就反悔了，我认为他是他搞不好笑是孔雀要打这样，对他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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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雀不一样，孔雀不一样。谁？这个，然后在一个不是孔雀，他怎么会在一个这个东？这个是谁？仪式，一种仪式。谁？这个仪式很重要。仪式。然后第二个在哪里？什么叫踢球？然后那笔不行，笔擦不能踢球。有细节哦，有细节。还有哪里哦？不能踢球。对，在哪里不能踢球？不是不能踢球啦，应该是在哪里有球没踢进？这样。球没有，对对，没有，再少一点。十四，所以在哪里？足球场吗？第二个呢？他演的不好，他踢完足球之后呢，有这样。对对对对对。踢完球都要吸东西，对，应该是吹哨子啦。没有没有，吹哨子就演吹哨子。他现在在提示了，真的在吸东西。哎呀，我怎么误导你呢？真的，拜托你不要把人格那么差。踢完之后吸，踢完吸东西，那应该是什么喝酒的地方，喝饮料。你们俩可以退一点吗？你们快走到近运动吧，喝饮料的地方，运动吧。哎呦，哎呦，那就这样子，合理吧？谁？但我觉得最难的就是杨千霈了。我们要照他的逻辑去想，在一个这样的地方，一只鸡，一只鸡在一个池子里面，这个应该是一个莫文蔚鸡姐，哎呦，哦，但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好厉害，就这样，莫文蔚那个鸡姐，莫文蔚在运动吧，运动凿壁借光，运动酒吧凿壁借光，哇，你看完好完整的答案，哎呦，喷，总结吧，先凿壁借光。至少有一分了，好不好？好不好？凿壁偷光，我凿壁偷光光了。第一个，你讲对了一半。好，来，真的，他一个字。第一个，你再演一遍，他肯定你们还看不出来。来，演一遍。杨千霈，来，宝贝，我的演技 ，Ready。Go。看到什么？看到什么？看到什么？还要拜拜。可是我们知道答案也不知道谁走了。What kind of chicken？ 哎，不要讲话，
火鸡，所以他是说火鸡被杀掉之后变成了那个复活节餐的那个感恩节的那个，那这个是谁？那什么跟这个什么关系？那就是火鸡呀，那就火鸡就好了，喷火嘛。所以你就是火鸡本人就对了，是吧？我就是火鸡本人啊！我就是火鸡本人。我是一个很诚挚被宰割的。他做鸡做这么像，看不出来。哎，那最后那个太多讯息，太多讯息。感恩节，感恩节。所以我说对了吧？我想到感恩节，因为有很多不同的鸡呀。哦。那感恩节不能这样，感恩节不能祷告。我刚才看到也是普渡拜拜。死鸡一家亲嘛，重点是死掉了火鸡呢。来来来，我们看看火鸡，火鸡，我们是怎么猜到死掉的火鸡？第二个，第二个谁会演？我在补，阿本本人演，阿本要补、啊，本尊在补一个动作好。好来来，阿本来来来，八秒，拷贝我的演技。足球。不要不要，吸奶茶。骨头，骨头。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这个比这个是什么？我知道了，有一个，还有个这个，然后才。No， 再说一下。我再补一个。来，哪个演？哪个演？我再补一个。好难哦，这个怎么？来啊，来啊，来啊！来准备。啊，对，还有这个，还有这个。对，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把那个跟这个加在一起，因为我们比了很多个东西，是这个地方的关键。哦，第二个国家啊，西班牙啊，啊，不是啦，不是啊，这个是那个人，巴西啊，不是，又开始国家猜了，对，哪个的接近了，接近了。地理位置，夏威夷、西班牙，也不会啊。你那个是，我那个是西班牙。你还有总统会跳的，该总统跳，总统跳。阿根廷啦，阿根啊，你要跳 Tango， 你那个是佛朗明哥，那个是佛朗明哥啊，佛朗明哥，阿根廷的，还有一个是阿根廷，怎么那为什么阿根廷要吸东西？梅西，梅西啊，我刚刚想成美国总统布希，在白宫里面，没有，这是阿根廷，因为阿根廷没什么，就是阿根廷大鱿鱼什么那个，哦，鱿鱼。阿根廷大鱿鱼啊！都打开布斯，阿根廷啊，梅西，太难了这个，喷过了，直升机挂零呐，好可怜啊！平息也没凿壁借光，好，来了，我们攻守交换。全联队忙了大半天，好不容易得来的一分，会瞬间被奶奶队超越吗？林蛋准备好。看到什么说什么哈，拷贝我的演技，第一题准备。谁？你？两个？有两个人？有两个人弹吉他？弹吉他？一个唱歌，一个弹吉他。哦，可以吗？哦，可以。好不起来，好不起来。有。比杨先辈很厉害，谢谢。安妮贡，第三期，来哦来哦，来来来来来，拷贝我的演技，第一题第二棒准备。第二，这是干什么？弹吉他，他那个主唱，那这个是比九。陈林九在哪里？陈林九啊，他怎么知道陈林九？在哪里？有狐臭。兔子有狐臭，哎，啊，可以哦，可以，他们转身蛮好的哦，狐臭，哎，我觉得他们今天得两分的机会，第二个完全通顺，好话故事，比很好哎，拷贝他的演技，好厉害，看清楚哦，来吧 ，Ready， 开始，第一个字，哎，不是第一个字，哎，谁，唱歌，哎，演徐乃麟演唱会 ，OK 了 ，OK 了，什么？九。意下很臭，绮梦，厉害了，小偷，偷偷摸摸，偷拔萝卜，偷菜，偷，放屁哦，偷什么？
拔。好，一分钟给你。不出来，没有时间啊。什么东西？吃了会放屁。吃了会很臭啊！地瓜那一根是地瓜，哎，他在拔地瓜，地瓜拔出来，对，所以应该是第三个应该是地瓜，地瓜田，对，地瓜田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拔地瓜，拔地瓜，拔地瓜，应该是拔地瓜。哎哎哎哎哎哎！怎么了？然后变脸了，然后卖眼，卖眼，在哪里？这样子，狐臭的地方，狐臭会有狐臭的地方。啊，这有吊环拉环，这样子啊，有拉环啊。在哪里会有这种动作？普通车或捷运嘛，可能是没有。哪里？你对啊，第一个，第一个，你对我什么人？演唱会什么人 ？OK，OK，OK，OK。然后一个四，一个五，对。哎呦。九三四陈明九啊，好难啊！哎呦 ，OK 是什么？哎呦 ，OK 哦 ，OK 哦，跟哪个木真的很好 ？A 九 ，O 九，零九啊，零九，零九，这个是零，这个不是。好，来一个一个来，时间到，什么人在哪里做什么？来，我跟你讲，我们就大胆猜就好了，厉害，因为我们只要会一题，答对一题，我们后面就轻松完了。好像有道理耶！你这么烂，而且我们如果这边太厉害了，后面玩就没有趣了嘛。你尽管答题就好。是啊，什么人？在哪里？陈明九在哪里？在哪里？在捷运或公车吗？夏天的捷运。还是我演一次，我演一次。没有，没有。等一下，等一下。夏天的捷运。陈零九在夏天的捷运上，这样 OK 哦，在冬天的，冬天也会有错呀。答案如果是冬天的捷运，你们是错的哦，因为你们是说夏天的，对对对。哦，那四季都有可能的捷运，捷运可以吗？可以吗？都下车，你要不要就陈零九在捷运上就好？哎，对哦，比较简单。捷运吗？陈零九在捷运上做什么？拔地瓜，在今天拔地瓜，很合理啊，演得很好，他们演得真的很好，哎，非常，我们马上都有答案呢。哦哇，我一看演偷偷摸摸的，这么偷偷摸摸，偷拔地瓜，偷地瓜，偷地瓜，哎，他的，他刚偷，他偷得很像，他偷得很像，有，其实而且他偷拔很高，对，有偷有偷有偷，他怕你不知道拔什么东西，他说还是会放屁，会放屁会臭。我觉得这题张文琪演得很好，来，张文琪准备拷贝他的演技。中间一个人，两个人，团体，弹吉他，弹吉他，动力火车，哦，动力火车，这么简单，哦，走九遍，走九遍，走九遍，他演的很好哎，怎么会有这个？比他还好哎，不是，我这样没有，他没有火车，他刚刚拳头了，我刚刚拳头，他没有团体，没有没有，他以为是你，少太多了，他以为是你，然后他就比你他没有手，你还比我。没有加工变这样子，有对，没有 OK。我看他比酒好高兴啊！接下来最精彩的是，为什么会在公车上？对，怎么讲？好，我的我懂。我觉得他演的，他演的还不错哎。他演我完全没看懂。拷贝他的演技。干嘛狐臭？一个箱子。箱子。有狐臭。臭兔。臭兔。拜拜拜月老，拜。有臭味的狐仙。狐仙啊，什么地方？狐仙的庙。狐仙庙，对，哇，很棒哎！怎么会做？你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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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而且林大有讲出来，我说动力火车，你们说说看，没有奶哥我们怎么办？我偷地瓜不好吧？我偷地瓜，偷地瓜不错，偷地瓜有来，偷地瓜一站，来换题目了，来得分数，好好笑，上，好，两个向后转，准备，被动动，请选题目，就最上面这张，那就这个，嗯，不行，看，还要进。真来不及演，哇，好难哦，好难，哇塞，哇第一个很难，就很难，这个最后一个简单，这稳当当的啦。拷贝我的演技 ready， 来呀，
一个框框，走，很骄傲，判官，关公，法官，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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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进去，桌子，拍着。演的这样子，演的机不错啦。前面不用演那么多、啊。知道答案就知道。然后这铲子，为什么会铲子？铲子应该宝贝，我的演技。第一个，第一个。什么人？好来，一个箱子，一个箱子放东西，再看这乱演。老板丢掉的葫芦在哪里？放心了，一个空间，然后打棒球，接。好，可以了。可以这样子，这样好吗？哦，人虎哥，很好。那个，我可以跟我那个队员讲一下吗？其实你就忘掉前面两个。对，我看到前面，完了，前面两个，好好演，演好演，演好演，有啦，人虎有演到重点了。不重要，这是一个策略，这是一个策略，专心把前面两个。那前面十六秒要怎么样了？大风收，大风收。好，我听到了，把我看到的事情。宝贝，我的演技。第二题最后一棒。第一个谁？什么人？在一个箱子里面有三个东西，一桶一桶的。要选。我。啊？那里面谁了？完了。在箱子里。在哪里？打棒球，棒球场。啊！哦，打到自己，被打到，什么？都看球，观众完了。哇！好严厉，好严厉，打过什么？哦，这干嘛？这干嘛？这个拉茶，印度拉茶，印度拉茶，不是这么简单。做什么？做什么？印度拉茶。一分钟讨论。对，就算印度拉茶，第一个包是什么？有三个东西，然后在观众席印度拉茶。看前面，不要做表情。因为他被打到嘛，所以是看棒球的时候被打到，一定是在观众席。哦，这我不熟，还是是评审，哎，评审评审会这样子，主审会这样子，所以他打出去被打到的话，所以是观众席吧？那个叫什么？那个叫那个，还有一个人会被打到哦。那个是什么？看观众，内野还是外野要讲清楚哦。对，不一样哦，不一样。有分内野观众席还是外野？他是左还是右？一垒还是三垒？外野观众席，没有分左右啦。讲就算是啦啦队席呢，就内野外野啦。外野观众，因为打出去他打远了才会被打到。打乡区啊，哪里？对，是外野观众席。请回答什么人？鬼魂。三个人的团体响应。鬼魂。反正这一集都跟鬼魂有关。S H E 有什么？三个人团体啊。动力火车。真的。S H E。他三个人。在哪里？这个很重要。这个我不懂。外野。在外野看台。外野观众席。外野。在外野看台做什么？印度拉茶，印度的拉茶，对啊，拉起来。第三个，太简单了，对啊，印度拉茶。哦，至少有一分，后面轻松了，好不好？第一个彤彤真的看不懂，第一题很简单啊。哪个来演？没有，我说他演的，你看他演好不好？看得出来了，真的啦，不可能，看得出来了。来，贝彤准备，你不要演，他的演技在一边。好，我简单，真的。一个盒子，点点点，这是什么？这个是符，哦，和尚那个庙啊，那个沙僧他们的那个啊，正宗的对。不是说的人要连线，听的人耳朵也要打开才有用啊。狗狗两个字，不生的话要接答。蚊子，黑的相反，蚂蚁，黑的相反，黑的相反，马黑，马陈伟伟，啊不是，黑的相反，你好，冲，为了我们准备，不要演他的演技再一遍，好，我先，开始，一个盒子，点点点。这个是符，和尚那个庙啊，那个沙僧他们的那个啊，正宗的对，校长，校长先中宗啊，怎么没有这个？有啊，这是后面的有没有演啊？后面没有演，那人虎哥的问题吧？
太演惨，太演惨。他刚刚这样子，人家明明有撞钟的，我没有演到，对不对？我不知道啊，会讲我，会讲我。乃哥，我觉得他的问题是在于那个球为什么要打到眼睛？没有，不是，我先不要讲，第二个演一遍，再演一遍，准备。我第二个演的很好，那不就不对了 ？Ready。哇，很大很大很大，哎呦，跌倒，打出去，接到，没有接到，好。打到你，那被踢到鸟屎吗？为什么要踢到鸟屎？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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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鸟屎，是雨水，是水啦，水滴到，这样不要讲不要讲，知道的。对，我也，我演一次，那你我演，我们两个一起演，我们两个一起演，我们两个一起演，猜到了，一个人猜到了，是吗？啊，大巨蛋吗？对啊，啊，那你应该要露多一点，不是低。是谁啊？没有，漏水了，滴到水了，跳了很惨。不是，因为它漏水是漏在观众席，是不太，选手那里没有漏啊。你这么精准好不好？那我让我没有办法演观众，然后又漏水。对不起，大巨蛋漏水漏很厉害吗？很厉害，很厉害啊，很厉害啊。只要下大雨，它的外野都有一些位置啊，看就要撑伞。那叫雨水席了，雨水，雨水，那叫流水席了。流水席，流水席，流水席，板凳哎，哎呀，可惜，有对题吧？有对题啊，对题了，对呀，哎 ，OK， 在大巨蛋，好，哦，尖撞中，我那个我觉得很好哎，哪个跟伟伟猜啊？一方，有第一棒，哪个跟伟伟猜哦？他没有，来第二，王龙第三，来，好，上下两题。我选下，下，喜欢下面是吧？好。奶哥猜应该我们可以放心了。是吗？哇哇哇哇哇！对。开始哦。好紧。一番准备。加计加。来来准备，拷贝我的演技，最后一题。Ready。鱼抓起来丢掉，然后会飞。鹈鹕。到了，知道什么什么什么？看到祖先是吧？是，对，什么可以更好？哎，哎呦，纠正哎，可以更好哇！那我可以加一点东西吗？你忙你的，不然你加你就错了，忙你的，变成陈林九，可以这样加进去，又陈林九，会动力火车，搭公车，搭捷运。宝贝，我的演技最后一题，第二棒。谁？鱼在水里面的，鲨鱼飞进去，海鸥。鹈鹕送资料，送第二个在啊，我忘记啊，怎么啦？什么第二个在唱歌，在哪里？演唱会，徐乃麟的演唱会。怎么又徐乃麟的演唱会？第二个太在，第二个太笼统了。请他们回头来，请他们回头。第二个好难，好难呐。还好有王仁甫，自信太多。我这只有靠王仁甫了。加油啊！真的只有靠王仁甫，最后一个就好。宝贝，我的演技，第三题最后一棒。这个好难。Ready。什么人？鱼在游，鱼在游，鱼在游，那个鸟在飞，好大的嘴巴，飞鱼，把它抓，吃掉，吃掉，王仁甫。在哪里？那个什么鸟？什么鸟？在哪里？第二个。不重要，我也不知道，不重要。做什么？时间不重要。小偷偷偷摸摸，偷偷摸摸，走到一个暗巷喝东西，喝东西，喝东西，哎，然后想到了一些什么东西？不是想到了啦。一分钟准备计时。下迷魂药，下什么吃迷幻药？第一个是鱼在里面游，它一个嘴巴很大。飞下来，然后来有 baby， 对，有一个 baby， 鹈鹕，对，哇，鹈鹕灌顶，有没有？这你也知道，对，不同了啦，鹈鹕，好，第二个没有演，第三个一个窄窄的路，一个小偷，走，偷偷摸摸的去，然后呢给他下药，吃了以后，晕昏，那个叫什么？魂飞手册。魂飞，魂不守舍，魂飞魄散，魂飞一个，两个加在，魂飞不守舍。你在猜成语啊？我们猜做什么？好，在做什么？第一个是什么人在哪里？鹈鹕没演吗？鹈鹕不知道。第二个没演，然后没演做什么？偷偷的，偷什么？我要想到偷被下药。
喝怎么了？喝了会，喝了会热，热才有效。要才有效。偷拔地瓜，不一定是喝啊。答案是公车，好不好？不是喝啊。那个第二个演一遍，因为他也看不懂。我真的看不懂，我也不我也没有。是第二个问，第二个他我也很陌生，不就不好演了。对啊，然后第二个准备，拷贝他的演技。吉他手唱唱唱，唱很开心，唱很开心，打招呼 ，Hello Hello， 打招呼，下面很多人，然后有人在吃东西，好棒。演唱会，看演唱会啊，就是演唱会，演唱会啊，演唱会哪里吃东西啊？啊，就是那种歌舞厅。好，没有没有，餐厅秀啦，餐厅秀，餐厅秀啦，对，下面有吃牛排的啦，歌厅秀啦，对，这个地方歌舞厅，歌厅秀啦，很久没用了，在哪里？民歌，就是西餐厅，西餐，民歌西餐，因为他是背吉他唱，而且还用刀叉在吃饭哦，真的不容易，用刀叉，西餐，民歌西餐，歌西餐，第一个在哪里？他们很清楚了，这个演还不错，第一个谁谁谁，提巴也不错啊，提壶啊，你刚刚猜到，有有有，提壶宋子尧啊，来，啊，提壶，对。第三个，第三个，其实我已经演得明显了。翔哥，你会吗？翔哥，等一下，等一下，来，来来来 ，baby， 他很爱演哦。宝贝，他的眼睛，他很活泼，现在活泼 ，ready。哎呦，还魂，还魂，还魂，变鬼，变鬼，头吸头吸，然后吃喝酒，喝孟婆汤，头晕。晕，哎呦，哎，一方，一方，一方，哦，一方厉害，一方在那，孟婆汤，喝孟婆汤，还有还有哪一个字？哎，还要多那个字吗？不用哦，其实有讲到这个。喝完是不是还要过桥啊？喝，他干嘛？过桥，是先过桥，过到一半，过桥，过桥，过桥，才拿起来喝，有点像小偷一样，偷开吗？偷喝孟婆汤，对呀，他有偷啊，因为他有偷喝，他有偷，对，是偷啊，为什么偷这么难？偷喝，哪里偷呢？需要偷吗？谁抢了偷喝呢？要去哪里偷喝？总比数2-1，恭喜奶奶队获胜！耶！哎呀，好了，休息一下，就回到天台冲冲冲！